OK， 得咗。歡迎大家收聽我哋嘅節目啊！我哋係快必同埋子健為你主持嘅嚇。上一集我哋咧就係講呢個基督教選委嘅選舉，基督教協進會嘅舞弊案，我哋 ICAC 嗰度投訴咗噶啦，大家可以上網去 search 翻啊。咁喺上一集嘅節目尾嗰度咧，我哋係講咗有一個嘅即係玩嘢嘅方法，就係透過基督路小教會嘅教友證。呢個教友證大家係喺網上嗰度 download 嘅，喺Facebook， 我哋係已經將呢一個嘅教友證咧係 upload 咗上去 Facebook。可唔可以喺 Our TV 呢度 upload 上去咧 ？attach 去呢、這、一個，可以，我哋擺條 link 喺度，我哋將一條 link 擺喺我哋 Our TV 呢個節目下低嚇。咁就大家係可以係好攰啊！上呢個網站嗰度咧，係可以 download 呢一個嘅教友證嚇，基督路小教會。好多人問：咦，你呢個基督教嘅選委，我唔係基督徒，我都可以投票嘅咩？原本唔得，今年係可以得。擴大選民基礎啊！擴大選民基礎，冇錯。希望香港透過基督路小教會法廣發呢個教友證。你話我係和尚嚟喎，可唔可以？得，梗係得啦。萬必就係咁問過我啦。萬必話。咦，我是和尚嚟嘅，得唔得啊？梗系得，道士咧都得，伊斯蘭咧你唔介意，我唔介意，都好得，都得。總言之，你 happy 就得啦，你 happy 就得。總言之，不過咁喎，人哋話咁你咪成個信仰過程唔認真咯，係咪噶？嗱，我哋呢一個嘅唔怕，基督路小教會呢一張嘅教友證咧，係啦，喺大家點樣做呢個過程？其實裡面係有我哋嘅信經嘅。你念了個信經，即是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主，我信耶穌基督，上帝的獨生子，我們的主，因著聖靈成人，從童女瑪利亞所生，在本丟比拉多手下遇難，被釘在十字架上，死了，葬了，下到陰間，第三天從死裡復活，後升天，坐在無所不能的父上帝的右邊，將來要從那裡降臨，審判活人死人。我信聖靈，一聖基督教會，聖徒相通，罪得赦免，肉身復活，並且永生啊！你個門咁樣，聽唔聽到？你覺得快啲係咪？讀讀下依個似金仔，再讀讀下一次啲道士打齋，冇錯。所以你諗下，從個聲音你睇下幾咁多元先啦。你話我係天主教徒，亦得，可唔可以攞呢張教育證 ？OK 喎，更加掂啦。因為天主教徒冇得投票噶嘛，佢哋係抽籤噶嘛。係啊。咁今年唔同啦嚇，任何人士，如果你想玩佢呢一個嘅基督教小圈子選舉嘅。是玩玩的意思，即係唔係真係參與喎？玩轉佢，反轉佢，係申請我哋基督路小教會嘅教友證啊！右上角呢度係有一個位係可以依個位啊，依個位啊，剪咗佢出嚟，依個位啊，到時攞去公開票站先攞到去嘅喎。你唔可以攞翻去嗰啲？咦，我翻開嗰個循道衛理教會咩堂嘅喎？唔得，唔得。一定要去公開票站，一定要去公開票站。咁我哋建議大家可能去邊度呢？因為我哋都10月30日咧，我哋咧都會去一個票站嘅，集中個票站嘅。集中個票站，呢、這個票站就係基督教協進會，正所謂有基地去基地，有總部去總部，係咪先啦？就尖沙咀嘉年威路道33號啊，基督教協進大樓嘅3樓，係3樓、啊。哦，3樓喎、啊，就唔係佢 office 喎、啊。係啊，3樓。投票時間再強調，非常之趴街的。只有10點到下午5點，上晝10點到下午5點嘅。尖沙咀嘉年威路道行到中間嗰度，有間太平館同埋 IT 嗰個對面就係呢一個嘅投票嘅地方。10月30日，大家攞住呢一個基督路小教會嘅教友證嚟到嗰度投票。咁係投咩票呢？係咪投我哋咧？等先，先講埋先。嗱，如果你真係 download 唔到唔緊要嘅，或者你覺得唔方便。你嗰日去協進會門前咧，我哋會有單檔，即時發證，即時應信，即時發證，即時投票，沒全部都係三職噶，即時投票啊！發證先鋒啊，簡直我哋變咗，到時點解仲發證先鋒啊？發證先鋒，我哋係發個證俾你啊嘛，發證先鋒咯，冇錯，係發證先鋒，係啦，我哋發個證俾你嚇，同無線電視係合辦啊，今次可以話係啊，陳志雲。陳志雲本身都是基督徒啊，咁我哋誒亦都係佛教徒啊，係嘛？佢想投票，我哋鼓勵佢嚇，發證先鋒，發個證俾你嚇。係，咁就係10月30日嚟到去投票。咁跟住點啊？咁啊投咩票呢？咁樣投我哋唔通？唔好投我哋。唔緊要嘅，係啊，千祈唔好投我哋。我哋唔希望大家係投我哋，我哋希望大家攞住呢個教友證，基督路小教會嘅教友證，入到場投咩票？喺嗰張票嗰度。寫一個字，建議，你可以寫其他字都得噶嚇。建議嗱，我哋建議嚇，譬如你係可以寫個呢個字，大家睇睇。睇唔到，好難睇。睇唔到。哦，貪字睇唔到，冇錯。
在他張票那裡寫這個字，沒錯，貪字，貪字，沒錯，在他張票裡寫個貪字。如果其實往屆這些所謂基督教的什麼什麼選舉呢，投票率呢都不是很多，大概多少人去投票呢？萬七，萬多人，四十多萬基督徒，萬七，是的，四十多萬基督徒，有萬多人去投票。如果我們有幾千張票上都寫著貪字，那都挺好看的。如果有人贏了，是拿五六千票贏了，五六千票贏了，我們都有成四五千票是貪字，寫個貪字，你都不要說不好玩。是的，你呢又可以寫個門字，即是這樣，門字裡面寫什麼字呢？或者是畫什麼圖案呢？畫什麼圖案呢？隨意，你咪寫個基督教，因為現在太奇離了，你可以寫個十字在這裡。誰扔了一些筆給你，粗筆，有很多筆，等一下，在哪裡？好，我在地下再寫一寫先，請問Apple，我們不夠手長，不是那個Fantastic Four可以伸長的手，麻煩掟前一點。哎呀，又掟到這裡，沒錯，我再寫一次給各位朋友看看，各位拿著路小教會的教友證，10月30號叫你的姨媽姑姐，跟你姨媽姑姐傳福音，10月30號拿著路小教會的教友證，怎樣拿啊？在網上可以 download 得到的了，其實在 Facebook 我們已經有一個網站，你打在 Facebook 打路小教會，你就可以找到我們那個網站了，咁你就可以知道點樣可以 download 我哋嗰個嘅教友證。download 咗教友證，10月30號嚟到加連威路道33號基督教協進會嗰個投票嘅基地，入到去喺佢張票度寫呢個字貪。冇錯。點解要寫個貪字啊？我哋嘅諗法咧就係話俾大家聽，功能組別就係貪啦，貪權啦，貪威啦，貪名啦，基督教入邊嗰班人。點解唔學似天主教咁啊？其實天主教即係都係好過基督教少少啦，抽籤係咪？佢哋因為覺得抽籤啊，上帝決定啊，而但係佢而家咁樣透過基督教協進會搞咧，係有好多嘅利益分割可以喺入邊，利益交易喺入邊，有好多貪嘅機會喺入邊。所以我哋呼籲大家，基督徒嘅更加要去投呢一張票，寫個貪字。唔係基督徒嘅，更加即係好嬲功能組別㗎啦，覺得自己點解唔係一人一票選特首啊？更加要去申請成為路小教會嘅教友，到時入去喺張票度寫個貪字，或者你話我唔中意寫個貪字，實在太斯文太斯文啦。咁樣我哋亦都係鼓勵大家喺嗰張票嗰度寫個門字，門字至於門字入邊係有一啲乜嘢字咧？咁樣大家可以即係諗一諗。有些人喜歡在門字裡面寫一個小字，有些人喜歡在門字裡面寫一個西字，我們結有些人喜歡在門字裡面寫一個九字、七字和能字，我們又呼籲大家可以在門字裡面寫一個十字。沒錯，十字架嘛，是吧？那門是代表教會的門，應該有十字架在裡面，是不應該有個這些小圈子裡面，知不知道？小圈子的小字所以門字裡面寫一個十字架在這裡亦得。總之這個是一個功能組別就是貪的一個活動，希望大家是踴躍支持我們這個運動。但是呢，我們是不是現在都繼續堅持希望它能夠罷交？當然啦，罷交是我們最高的理想的。當然啦，當然啦，應該跟政府抗衡的，但是它不能夠罷交。為什麼它不能夠罷交？為什麼呢？為什麼它不能夠抗議罷交呢？它怎能夠跟它那些利益瓜葛的群體交代呢？如果它罷交基督教協進會，是不是他有很多利益瓜葛群體的嘛。那你看看那42個候選人是什麼人，即除了我們8個之外，另外那34個人是什麼人呢？有些什麼大教會的大牧師在這裡呢？有些什麼大基督教宗派的領袖在這裡呢？你就知道那34個人基督教協進會和其他的人士有些什麼的利益瓜葛在裡面，所以不能夠罷交那10個人。你猜基督教協進會真的怕罷交啊？犯法的喎，不會的。會不會的？不會的，他不交他真的催他不上，不會拉不會鎖，不會的，不會說他犯法交不到10個人，不會的。我問過人了，我不會的，不會的，沒事的。你不是問過我們？問過我們有些法律知多一些的朋友，肯定不是問廖成利，肯定不是問廖成利法律知多一些，沒事的。他不交真的沒事的，沒事的。你追究什麼？我沒有，我們沒有，是交不到，交不到，是的，沒有，sorry。就癱瘓了那10隻，就算了，一千二百變咗1190咯，
係幾型啊！其實如果你作為基督教咧，有信徒六大宗教，而家我最高嘅道德嘅一種嘅標準，我覺得，既然大家覺得依種係貪心嘅行為，我嚟講，無論係咩教都係咩啊？貪心都係一種罪，或者一種貪真痴啦、啊，佛教嗰、那個都係講錯誤噶嘛貪。既然呢種貪都搶票，同人唔平等，貪心呢啲權勢嘅等等嘅嘢嘅時候，宗教界就應該用自己嘅道德嘅力量啊，唔交呢六十隻啦，係咪先？你仲交用咩？咁你點啊？你係咪拉曬六大宗教嘅所有領袖啊？你咪拉佢咯，超係啊係啊！怕咩？係啊係！你告協進會啊？唔通你告咩？係啊係！如果有人告協進會，你又唔交，假設係咁，大把人啊出嚟撐，信徒上街啦，撐協進會啊，大佬，冇錯，你使驚？冇錯，不過咁嗰班契弟每年都去呢啲咁嘅國慶酒會，宗教界去到已經係樂此不疲，係嘛？唔知係樂不思蜀，定係簡直係快快樂樂咁樣進入呢啲咁嘅統戰，被統治階級，即係啲統治階級嗰種關係啊，係幾咁 happy？ 你睇下呢個華聯會啊！華人基督教聯會啊！華聯會啊！華人基督教聯會啊！大家睇下，華人基督教聯會啊！呢度啊，呢度啊！你知唔知啊？中央呢個宗教局稱讚佢叫做愛國愛港愛教。愛國愛港愛教啊！係啊，你睇人民網，你又揾翻呢段資料，唔係我哋老作噶。你諗下呢啲咁嘅華聯會話，咁多年裏邊咧，都係咧愛國愛港愛教係中央講噶，唔係我講噶。係點解佢華聯會呢啲咁嘅人？呢啲咁嘅牧師去做到愛國愛港愛教咧，大家明啦，唔使講咁多，絕對係因為懂得擦鞋拍馬屁，對中央政府唯唯諾諾擦鞋，先係做到今時今日被愛國愛港愛教嘅稱號啫嘛。冇錯，係咪啊？唔係你邊度有啊？你睇下隔離個十字架，嗰班人又話自己好即係愛弟兄姊妹又剩，呢啲咁嘅大陸嘅信徒或者教會被迫害啦，到最尾點啊？佢哋啲咁嘅華聯會啲咁嘅領袖會唔會理佢咧？哇！我真係唔慣睇住個鏡頭指嘢，搞到古古怪怪，左左右右咁，係分唔到，係搞到自己唔識分啲。係啦，呢隻手指係啦，呢隻手指呢個咁嘅華聯會嘅人物就同宗教局去勾結。佢都應該係今年嘅候選人嘅其中之一啦。佢係華人基督教聯會嘅其中一位嘅高層牧師嚟。叫咩名字？記唔記得？係咪胡明添咧？呢一個我唔認得個樣啊！我都冇認得㗎，名字啊知。陳世嗱，我哋係咁樣講啊，即係今年嘅點解我哋叫大家要投個貪票呢？因為其他人你睇下真係投唔落。Apple 唔該嗱，俾大家睇下個名陳世強啦，係啦，指一指佢呢個最高呢一個位呢一個係咪咁啊？唔係依邊嘅，係依邊。陳世強，陳世強啦，中國深圳市政協委員、中華兩岸三地專家企業家聯合會常務副會長、中國深圳市歸橋橋券企業家聯會副會長。1995至2002年任中國長春市政協委員，在上屆公開表明支持中央信任的特首候選人，他的名言是最重要是主民而不是民主，不要要民主，要最重要是做主的民。你看看，你想想陳世強這些人，他是律師來的，我們這樣說他分分鐘是告我們，我們知道我們現在很害怕。咁咧就係我哋嘅即係其中一位嘅候選人，即係嗰42個其中一個啦。今屆都係啊嚇，李炳光牧師要求按基本法同埋一國兩制原則發展政制，喺96年47位教會領袖發起嘅國慶慶祝聚會之一，多次宗教界人士慶祝國慶酒會嘅籌委會嘅成員。佢同梁美芬咧，佢讚啊梁美芬啦，當然佢話梁美芬係行公義、好憐憫啊，美芬姊妹就鼓勵即係大家投票俾阿梁美芬做立法會議員嘅。當初係有13個基督教呢啲耶能人士咧係支持阿梁美芬嘅。冇錯，張紅秀美，我哋上一集講過啦，同阿李炳光牧師咧，大家都係協進會裏面嘅即係board member 嚟。嗯，點解佢哋自己搞個選舉，自己又走去選嘅咧？咩人嚟嘅咧？張紅秀美，青海省政協委員。大陸叫你去選，壓住個位，到時即刻投票俾阿梁振英或者唐英年啦，你兩個係嘛？提名佢哋同埋投佢哋票啦，咁樣咪走去選咯。呢啲係基督徒嚟嘅咩？呢啲係基督徒嚟㗎？呢啲張紅秀美、李炳光呢啲係牧師嚟嘅咩？呢啲陳世強呢啲係基督教領袖嚟嘅咩？呢啲嚇咁啊！另外仲有啲咩嘅候選人咧？今年我哋即係暫時收到風啊，劉金盛啦。即係元朗錦光神召會錦光堂嘅呢啲係牧師嚟。我爆多單嘢俾你聽。吳思源又係咧。我陣間爆多單俾你。而家爆，即爆。即爆。劉金盛係咩人咧？咁樣
嗱，我如果有機會辯論咧，其中一個問題，如果有時間會問以下問。係，我記得我幾年前或者呢個節目咧，即係初頭開台嘅時候咧，我就講過喺神召會俾人踢出嚟嘅故事嘅。係。咁我而家講個下有少少嘅匪一啲嘅。即係點講咧？啲爆料神神秘秘嘅事咧，俾大家聽。神神秘秘啊！嗰陣時候咧，我其中一個咧，某位牧師就叫我約咗神召會嘅校董啊見面啊，神召神學院嘅校董見面。其中一個就係劉金正啦。哦 ，OK， 哇！佢嗰陣時已經係校董嚟㗎。係啊，係啊。咁嗰陣時候咧，就約咗去某間嘅茶樓啊，酒樓飲茶啦。係。咁啊，問下咩事啦咁樣。咁佢咧，其中兩個説話咧。講咁樣講佢，我好記得嘅。第一個叫張德明牧師，但張德明牧師就唔係喺呢個選委嘅裏邊嚇。我先講劉金正，唔關，即係其實張德明牧師講呢嘢仲爆啊，劉金正冇咁爆。但係劉金正話：梗係啦，嗱我講以前嘅民主黨，大家唔好明啊，講以前嘅民主黨，你又參與嚇呢啲話民主黨嘅嘢。話邊個啊？話我咯。好嘅。咁啊，搞埋啲咁嘅嘢，係啊，搞埋啲咁嘅嘢，係嘛？咁你係應該。不要搞，專心讀神學啦！搞唔到你，你仲搞唔搞咁樣？嗱，其中我唔知點解佢講埋呢啲嘢。其實當時張天王牧師同楊天恩之間嘅關係就唔知點解染魔上我去嘅啫，即係睇翻好多集。但我又唔好明點解佢講埋啲咁嘅嘢喎，大佬。即係呢啲嘅嘢嗱，唔好成日講民主黨談頭講先，因為呢兩年嘅所發生嘅嘢唔係十多年前嘅事，都唔係又冇咁遠，五六七年前嘅嘢啫。咁當時民主黨係算係最前嗰、那個，或者我哋都係搞開事嗰啲人啊嘛。咁嗰陣時已經係有啲咁嘅壓力咧，係俾我哋呢啲咁嘅學生啦。即係基督徒就唔可以反建制嘅，你支持民建聯啊，支持大陸政府啊、中央政府啊，支持阿唐英年。你就可以嗰陣時咧，我仲劉金盛，我嗰陣牧師嚟㗎，你係啊，應該咁樣講，仲遠啲添啊！嗰陣時仲未係中常委嗰啲，都未入民主黨裏邊嘅核心嗰啲添，係普通黨員啊，佢都係咁樣。咁啊，張德明就仲恐怖啊！即係我唔講張德明啦，又係叫類似同退黨有關嘅事啊！當時嗰個年代，即係你睇下啲牧師咧所講嘅嘢咧，係即係你睇翻佢嗱，我講出嚟淨係喺呢啲嘅網台睇到啫嘛。記者會唔會寫你？唔會，因為都係我一個人去講。而佢唔會再講翻出嚟，或者佢唔會認嘅呢啲嘢，係嘛？即係我可以講俾大家聽，嗰種嘅教會嗰種嘅變化，嗰種嘅腐敗。咁啊，首先講開支持梁美芬，我哋讀咗未啊？支持梁美芬讀咗啊，有13個即係嗰啲耶能人士啊嘛。包括如果你講個選委咧，今屆都會選咧，就有張紅秀美、陳世強、李炳光、劉金盛、吳思遠、楊學明嘅。楊學明唔知好似冇啊，冇選啊，今次楊學明今年啊。咁啊，楊學明冇選啦。山河派係冇派人，可能派咗第二個出嚟咧，就唔係佢咧。係啦。即係話咧，你去基督徒可唔可以關心社會咧？可以關心社會，佢哋即係呢一啲咁樣嘅即係。偽牧師啦，我哋叫或者係基督教保皇黨，你可以關心社會，你可以去派飯，你可以去做食物銀行，係嘛？李炳光都搞嗰啲扶貧啊嗰啲，你可以去做嗰啲嘢，但係你唔能夠喺嗰個嘅制度上去問佢係咪有官商勾結啊，係咪有地產霸權啊？我哋林瑞麟，我哋點解民意咁低又升到咁高啊？我哋出去即係遊行啦咁啊！你唔可以做呢啲嘢，你唔可以用呢一個方法方式嚟到去關心嗰個嘅即係社會，去表達你嘅意見。基督徒參與社會就淨係去做啲慈惠嘅嘢，即係派飯啊，幫啲露宿者剪髮啊、洗頭啊嗰啲。我可以即係歸納到咧嗰一類嘅牧師咧。如果你問佢，你支唔支持香港有咩雙普選啊、民主啊？就算陳世強佢都話支持民主噶，佢都話支持喺中央認可嗰個嘅進度裏面循序漸進，係嘛？達至普選係啦，達至最終係達至。李炳光又係。李炳光都係咁啊！正所謂民建聯都叫自己做民主建港聯盟啦，係咪啊？係咪咁講？冇錯。所以你問佢支唔支持民主啊？成啊嗰啲已經試唔到噶啦。佢都係講嗰啲我哋要循序漸進啊，我哋唔可以咩成啊？唔係同你講緊呢一啲嘢而家。即係而家，我覺得呢一班嘅即係基督教嘅選委嘅候選人啦，嗰42個裏面嘅其中34個啦，我哋係另外8個啦，大家就要留意起佢嘅底啦。嗰34個嚟自咩嘅派別咧？係有幾個群體喺入面嘅，有啲所謂嘅獨立人士，係咪所真係咁獨立個人嘅咧？有冇中央嘅一啲嘅意旨啊，或者係統戰嘅一條扯住條線喺背後？冇錯，呢一切咧，可以話俾你聽。我哋8個唔係參與喺呢件事裏面咧，都唔知得咁清楚、咁污穢、咁污糟、咁邋遢。
基督教協進會我哋唔係真係咁樣參與咧，都唔知道佢咁不濟、咁官商教勾結、咁 hea 爆香港、咁神神秘秘、咁人質啊！容永琪一個電話打嚟啊，佢就將個時間由11月20日，但係嗰人又講到10月30日。我又問你啦，即係調翻嚟問你，人哋會問你嘅。咁協進會每年都有參加七一祈禱會同埋六四嘅唔知乜嘢嗰啲咁嘅祈禱嘅嘢嘅。阿蒲咁將自己個人名義嚟參加嘅啫。搞清楚啊！所以佢唔係派，佢唔係協進會壓落去參加，佢係蒲錦昌牧師啊！你以個人名義參加，你咪去咯咁樣。如果唔係阿蒲錦昌牧師變咗大豪輝，佢都肯定唔敢嚟啊！話唔係唔敢嚟啊！佢係佢要涉結中共嘅棉花洞，佢就唔得閒嚟。佢條脷要舐人哋嘅棉花洞啊嘛！佢點能夠有空7月1日嚟到祈禱會咧？點能夠同人民企埋一齊去上街抗議林翠麟？民意越低，升官越高咧，佢點能夠做到呢啲嘢咧？我想問一下，做唔到啊！佢要涉結人哋蓮花洞啊嘛，所以咪做唔到咯，咁係咪？咁啊，人哋又講啦，協進會喺過往日子裏邊做好多嘅民主嘅工作，嗱，或者咧喺以前搞好多公運喎，有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嘅喎，等等。以前，講清楚係耶穌死咗2000年啦，係啊，所以大家搞錯咗，唔好咧揾呢啲嘅歷史去掩蓋現在嘅他們。冇錯，因為以前嘅人。就是以前，今時今天講得難聽啲，劉千石都轉得太啦。吳宗文牧師啊，嗰年就叫大家唔好支持五區公投，要將呢啲暴力趕出議會，同埋要信服掌權嘅香港政府話乜就乜。華聯會啊，華聯會仲衰過協進會。華人基督教聯會。你問我覺得坦白講，華聯會仲衰過協進會㗎。係啊，不過協進會係攞住啲屎嚟食㗎啫，而家。冇錯啦。係啊，坦白講。我頭先講吳宗文咧，1997年之前佢係企出嚟係幫八九民運啊，要平反啊，要成㗎。以前同而家可以係好唔同嘅，真係，所以話俾你聽，神神秘秘啊嘛，因為有啲嘢神神秘秘嘅力量咧，就係令到咧呢一班牧師咧，以前可能好有風骨，以前好有骨氣，以前佢係真係一個教會嘅即係追隨基督嘅人，但係今時今日佢係一個即係涉結政權者蓮花洞嘅人咯，我覺得。所以咧，大家咧再提醒大家一次，拜託大家唔係投我哋票，唔係講緊我哋宣傳我哋自己嘅嘢。而是咧，同你玩一樣嘢叫做廢票運動，同埋如果唔係教徒的話咧，唔緊要嘅，只要你即時報名嗰度，即時入會，即係講嘢都好笑。盧小教會嘅會友，會友即時報名，即時應信，即時投票都得㗎。冇錯，依樣嘢最緊要話曬俾你啲朋友聽，一定要去做。冇錯，咁咪大家搞到爛曬咯，成件事。冇錯，根本就爛，我哋配合佢爛啫嘛。冇錯，爛鬥爛，而家就係搞到明就係。有咩所謂啫？係咪先？冇錯。喺基本法嘅保護底下，點解唔可以攔啊？乜都得啊！記住啊，寫個貪字，個貪字喺邊度？俾大家嚇，寫個貪字又得，喺門字裏面寫個十字架又得，自我創作又得。冇錯。畫個蘋果落去，喬布斯亦得。亦得，冇錯。係啦，你中意畫乜都得。記住個日期係10月30日禮拜日，朝早10點到下晝5點嚇。咁啊，堅嘉年喺度等大家。冇錯，所以唔好忘記，記住出嚟投票，唔係投我哋票。投佢他媽的廢票，冇錯，他媽的廢票，冇錯，正啊！下一集再見，拜拜。